肯定，今天天气真的好好哦。你喜欢的话，我又天天带你来这里。好啊。哇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里是哪里啊？伊犁，这里是台湾，我们穿越到台湾了耶！穿越？台湾？对呀。困皮，肚子饿了哈。我听说台湾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走，我带你去吃。啊、好。没事。这里是哪里啊？桌上怎么有这么多菜啊？你才说我肚子饿而已，马上就有食物在眼前了。我知道这里，这里是台湾很有名的泰式餐厅，而且他们料理很好吃哦。这看起来就是我家里道地的家乡味啊。赶快拍照，那里是沙发。哎，会不会有危险？应该不会了。哇，是手机耶！手机？对呀、啊，这个呢是台湾最有名的 HTC 手机。好久没打电话给我妈妈和奶奶了，困没困奶？是可以做什么？这样，下播出去就可以跟别人讲话喽。这么神奇？哇！试试看。是面膜。人脸呐、啊！好，我跟你说，我自从穿越到古代之后，我都没有敷脸，皮肤干的要死。啊？这个面膜呢？非常好用，好保湿哦。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，快拿下来了。水嫩水嫩的，而且跟你的皮肤一样，摸起来好有弹性哦。不然。这一次换你来看看看。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个不知道怎么说哎，这是我们现代人穿在里面的内衣吗？内衣？哦，台湾也太厉害了，连这个内衣都是黄金做的。不是，这其实呢，是因为现代人很多人为了走私黄金才拿出的内衣。敲光头，这个不算光头，是秃头。台湾的政治人物大部分都是秃头，要不然就是发型比较高了。台湾真的很特别。是啊。哦，这个也是台湾的特产吗？今年是狗年，你觉得它金黄色亮亮的很喜气吗？哎，小心痒啊！哦。刚刚那个长长的耳甲会短，又会发亮，那是武器吗？当然不是啊，武器。哎呀，孔蒂，人家开箱开的好累，你先吃饱。我们吃饱之后，我们去摇船。摇船？要去哪一条河摇啊？我记得台北最有名的应该是淡水。不是，告诉你。听说哦，在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知名景点叫摩铁，里面有很多主题、很多风格，就去那边摇船。哎呦，广平，好快！走，我们不要吃了，走。没有，好。哎，这里就不用你们了，我们自己去就好。好。